嗨，我是宝可梦，又来到寒碧楼了哈，这是我第二次来了。这次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五个不该来寒碧楼的理由，跟五个要来寒碧楼的理由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里呢，其实不太适合老人跟小孩啊，这边的地其实不是很平哦，那晚上其实也蛮暗的。不要看我这边看起来很亮哦，你跟着我往后走，你就会发现真的非常暗，几乎都已经看不到了。哦，所以小朋友跟老人的话，很容易跌倒。楼梯真的蛮多的哦，连我都觉得有点累了，更何况我们要提一个这么大的行李，这样走真的更辛苦。舟车劳顿，从台中高铁站呢搭车再过来还要再一个小时。你好，我是友。好，对对对，好。哒哒。四的话呢是价格不菲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一个晚上两到三万块钱，其实都可以去国外住五星饭店高级的好几个晚上。看起来很华丽，其实很假扮。假扮一，你看他给了你两颗这么漂亮的水，哎，可是你到底要怎么吃啊？他只有给这个哎。对啊，我这样怎么切，根本就切不下去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你也可以拿去叫他们帮你削好啦。假扮二。你来饭店就好好休息了，怎么可能会来这里看书呢？虽然说这边很富丽堂皇，但是呢，就是不切实际。一生呢，一定要来一次寒碧楼的五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里真的很好拍照哈，不论你是走的、站的、躺着，走在哪里呢，怎么拍，处处都是美景哦，非常的漂亮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不会有小孩子在这里吵闹，小孩子呢不会在你旁边叫嘻嘻哗哗，然后也不会在池子那边跳水，所以呢，其实你可以过一个非常安静的假期。第三，这里可以裸泳哦，你看我，还可以旋转哦，你看。第四点呢，这边的贩卖部居然非常的平价哈，哇，你看我买了这么多哎，真的很夸张，在这边呢，真的随随便便买就会超过五六千块钱哎，真的很好买，走吧，回家。甚至你在农会呢，也可以非常非常便宜的买到这边的红玉十八号的相关产品。这里啊，真的蛮好买，看随便挑挑就这么多了，这个啊，真的是便宜又大碗，超级便宜。第五点，想住 Villa 的话呢，当然是要来寒碧楼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呢有非常多的服务。好，吃素的贵宾们。啊，昨天有吃的，都知道了。对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好哦，我要吃太阳蛋。太阳蛋。如果你想要住其他的 Villa， 你可以在比如说苗栗或者是宜兰，当然都有。不过呢，它那边就没有服务了。重点是你在这边还可以用信用卡免费升等成 Villa 套房哎。这一次寒碧楼的住房啊，我觉得感觉上跟之前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说呢，它的餐食变得好了，但是呢，它的服务感觉上略有下降了，好，所以这也是蛮可惜的一点。不过呢，整体而言的话呢，不论是在这边玩水，还是住宿，好，甚至是吃饭，其实都还是非常开心跟愉悦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也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这一生有机会的话呢，一定要来体验一次寒碧楼的住宿，好，这个绝对是值回票价的。我是宝可梦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